你快进来呀，姨父！你为什么要杀了我姨父？我怎么可能会杀了老胡？小儿，是你吗？你说句话好吗？我也不愿意相信是你，所以我又回到那个院子，重新仔仔细细的勘察了一遍。除了你，再没有其他人的痕迹了。我去，你不是有意为之，但是韩正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你。从此以后，你我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们互不相干。